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直播，很高兴在这里与大家共同观看这场比赛。正如各位所见，体育场里热闹非凡，无论您是哪一边的死忠球迷，无疑都会见证一场精彩纷呈的比赛。看台上喧嚣异常，各式衣着和旗帜织成了一片五颜六色的海洋，即使是最冷静的球迷也会被这个景象所触动啊，变得激情四射。这样的场景真是让人叹为观止，这看起来是一场十分重要的比赛。事实上，这里的每一场比赛都给人这种感觉。双方的比赛已经打响，好的，他成功的突破，他过去了，单刀射向球门，打进了。后防线万万没想到中场跟他们开了这么大的一个玩笑，中场一失误很快就被打反击，整个后防线措手不及。我猜双方应该都没有料到这样的局面啊。是的，比赛开始之后就应该这样打，控制节奏，把握机会，这是个非常不错的开局，有很好的传球机会，迅速夺回球权。斯内德，球在德佩脚下，格里兹曼他阻止了进攻，安德烈皮尔洛一记直塞，一脚没问题，举旗了，这个球不算。是的，判罚正确，助理裁判看到了，也许有人不同意，不过判罚应该是正确的。一边很失望，另一边则松了一口气，白激动了。他及时夺回了球权，格里兹曼，安德烈皮尔洛，这一脚传球有点拖泥带水。卡卡，一次犀利的防守。保罗·马尔蒂尼，弗兰基·德容快速向门前推进，一个舌尖上的抢断。哎，我为什么要用舌尖呢？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，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。埃德加·戴维斯，卡卡处在因扎吉脚下，菲利普·因扎吉是直接射门，埃德加·戴维斯他选择打门，把球弄丢了，直接传到门将的手中。亚历山德罗·内斯塔，克劳斯·奥根塔勒，埃德加·戴维斯，斯内德，蒙菲斯·德佩，球在格里兹曼脚下，这球想法非常好，只差了一点点。安德烈·皮尔洛，马尔蒂尼，节奏加快了，会有怎样的配合呢？就在因扎吉脚下，菲利普·因扎吉，球进了，领先两球，这下安全了。AC 米兰打入了第二个进球，将比分改写为2-0。这第二个进球会让双方的心态出现两极分化，落后的一方压力剧增，而领先的一方凭借心理优势，很有可能会再下一城。刚刚丢球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、响叮当人不让的速度把球抢了回来，看看能不能传个好球。本可以成就一个好球啊，只需要传球再好那么一点点就行了。队友之间在沟通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，明显没有想到一起去。卡卡防守漂亮，太及时了。他们正在有计划地进行着前场的施压。埃德加·戴维斯
弗兰基德荣、克劳斯奥根塔勒、埃德加戴维斯、弗兰基德荣，这一次还是无功而返。舍甫琴科，又传到门前，法比奥卡纳瓦罗、马尔蒂尼，选择将球转移到另一侧，卡福、卡卡，需要一这俩怎么样？十拿九稳，甚至十拿十稳啊！也许这个过程太过轻松了，太容易了，差距就快大的追不上了。这支队伍通过精彩的传球和跑动，完美的展现了控球的艺术，而同时他们的进球数也反映了他们对进球的渴望。打入三球而一球未丢，真是摧枯拉朽一般。巴西反击，格里兹曼在左路长驱直入，现在无人持球。弗兰基德荣、克鲁伊夫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。进入中场休息，这似乎成了练习赛，看起来太过轻松。虽然比赛时间才刚刚过去一半，但下半时的局面恐怕很难有太大变化。AC 米兰的比赛思路十分清晰，他们在比赛中活力十足，有时简直是势如破竹。中场休息十五分钟后，他们希望延续这样的攻势。目前的比分是3-0。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。弗朗基德荣，据孔子的《论语》记载，烂的传球不如不传。舍甫琴科、詹路易以及多纳鲁马轻松地把球拿到。除了孔德、埃德加戴维斯，他们在对方后场进行着积极的拼抢。他看到了，能起脚吗？他们进球了，结果无疑已经不重要了，现在就看能进多少个球了。在夺下球权之后，发起了迅速的反击，整体进攻非常流畅，这是一次教科书般的防守反击。他进了第三个球，进球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。那名后卫肯定看他都看腻了，他整场比赛都在不断的进攻，而且毫不留情，永不停歇。今天已经完全成了一边倒的表演了。埃德加戴维斯、斯内德，球在克鲁伊夫脚下，很重要的一次拦截。安德烈皮尔洛、里杰卡尔德、马尔蒂尼、舍甫琴科，漂亮的拦截，危险解除了。球在德佩脚下，他一路狂带。弗兰基德荣很好的保卫，看看队友能不能发现。攻门，没问题。反击就得这么打，迅速果断，毫不留情，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反击。意大利现在只是为荣誉而战，比赛已经毫无悬念。
保罗马尔蒂尼位置非常好，断球成功。埃德加戴维斯。斯内德，弗兰基德荣，王牌对王牌，我们期待他们之间的精彩较量。里杰卡尔德，这是要传给空气吗？弗兰基德荣往前传，这是一次重要的拦截，这下处理不够果断，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，没能把握住，非常可惜。看看能不能好好利用这一个空档，安全起见，将球解围出去。格里兹曼，罗伯特卡洛斯，里杰卡尔德，卡卡 AC 米兰希望通过短传配合穿透对方防线，将球转移到了侧翼，有机会打反击。斯内德，球在克鲁伊夫脚下，能否把握住机会？他们做到了，球门打开，这种情况不射简直对不起自己啊！这球看似容易，其实需要有效利用空间以及高度默契的配合。这会是他们绝地反击的开始吗？舍甫琴科把脚怒射，希望夺回球权。斯内德，弗兰基德荣，横线脑洞大开，哦不对，漏洞大开。本来选择很多的，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，不应该呀。安德烈皮尔洛，卡卡。AC 米兰连续做了几次短传配合，这是个快攻的机会，哎，他肯定对这个球不满意啊。斯内德，亚历山德罗内斯塔，埃德加戴维斯成功断下皮球，塔福，皮尔洛，卡卡，舍甫琴科直插，舍甫琴科，唐纳鲁瓦漂亮的扑救，这球可不是一般人能扑的，很好的展现出了他机敏的反应能力，时刻准备着。AC 米兰拿到了第一个角球，这也是双方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。Number 15, Frankie De Jong. Number 13, Memphis. Coming on the field, Number 21, Mbappe. Number 10, Bruno Fernandes. 奥西普亨排出了险球。Number 4, Modric. 想提交他们。Number 22, 一脚射门比较离谱。
无论孔德。哈卡。球在莱昂脚下，他抬脚射射。吉里安姆巴佩，他攻到好机会。格鲁伊夫。比赛结束了，这是一场可圈可点的胜利，他们的表现更好，比赛的结果也忠实地反映了比赛的局面。蔡慧强先生，你来总结一下今天双方的表现。 AC 米兰的中场不乏好手，应该说中路进攻像他们这样犀利还是非常少见，他们能够轻易地撕扯开对方的防线，确实很有威胁。好的，最后我们还是要感谢蔡慧强的精彩评论，祝大家晚安。